荣耀发财快报，大仙什么都知道。转眼圣诞节将至，相信有不少小伙伴想穿一身带有圣诞气息的皮肤畅游峡谷。今天来排列一下五个人心中圣诞皮肤的排名。Top 4带着圣诞树的吕布，这款皮肤已经算是比较老了，虽然特效方面仍然让人眼前一亮，但确实比不上新出的皮肤了。一是挥砍时会有一股寒气朝着吕布涌来。 附魔成功后手里圣诞树会变得滋滋冒电。咱不说这么久我还没有关注这个细节，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二是吸住别人的时候会附带雪花特效，这个雪花会随着我们移动四处飞舞，很适合给貂蝉拍照当特效用。那大招落地后，杀戮铲插着方天画戟变成了几根巨大的糖果，并且会彩色的灯光不断闪烁，非常有圣诞气息。那如果有机会优化的话，一技能方面可以做附魔和没附魔的特效。 比如说附魔后一技能和普攻命中几番会蹦出礼物盒，没附魔则是蹦出糖果这样说很有意思呢。Top 3，接下来只是貂蝉，释放1、2技能的时候都会伴随着雪花飞舞，被动的标志也变成了雪花形状。最让人惊喜的是大招虽然特效方面没有特别惊艳，但释放大招后你会听到圣诞歌响起来。 自带 BGM 的皮肤还是很带感的，这款皮肤同样是比较老了。 如果有优化的话，我个人感觉可以在大招方面下功夫比如说开启大招的时候会有个巨大的圣诞树虚影慢慢铺开形成大招，那视觉效果肯定会更好。Top 2，蔡文姬的奇迹圣诞一技能释放时脚下会出现巨大的雪花图标，周围也会有雪花碎片伴随着自己。二技能则是朝敌人扔出一个礼物盒，每次触发弹射的时候都会出现小星星，像不像圣诞老人朝你扔礼物的样子？大招开球更是可以看到2个小雪人围着大招边缘不停的转，十分俏皮可爱。作为2018年的皮肤，应该也可以有优化的机会。13技能特效我感觉可以更加酷炫一点，比如说1技能飘散的雪花更多，大招可以招几个小雪人一起跳舞。 排名第1的自然是刚刚上线的周瑜了。作为最新圣诞皮肤，抛弃了以往的红色主题，主色变成了黑金色，有一种高级感。普攻命中敌人时会带有彩色丝带，被动印记也变成了更符合圣诞主题的铃铛。叠满后会有一个礼物盒从天而降。一技能范围内同样有铃铛特效，并且根据吹风的方向也有流动的感觉。二技能火堆变成了金色的圣诞树，并且还不是固定贴图，树上的灯带是不断转动的。 那大招更是可以根据方向吹出一个十分好看的图案。最重要的是这款皮肤可以通过活动免费获得。以上就是咱们的这个圣诞皮肤排行，你们更喜欢哪个皮肤呢？